大家周六好呀，看我闺女在忙碌着呢。她发现奶油不够了，她再去买奶油了。她奶油打发的那个盆儿在哪？诶，难道已经放冰箱了吗？哎呀妈呀，吓死我了！放冰箱了已经。大家看看我闺女现在在做裱花呢，好看，漂亮吧？哎呦，真好看哎呐！呦，哎呀，哎，好看！哎呦，真的好哎呀，看，太美了！哎呦，aber gleich kalt machen, dass es so bleibt。我们开始吃早饭了，简简单单。我闺女还在那做蛋糕呢，看一看，勤劳的小蜜蜂，对不对？看我们。到婆婆家烧的菜，这是素菜，米呀、鸡精我都带着，盐婆婆家里头有，但鸡精她没有。然后这边都是我把我的菜刀带着了，然后腌制的这些荤菜，提前切好的、腌好的都放在这儿。还有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家这个电饭锅，14年买的，一直用到现在了。美的电饭煲，哎，真的很好用。马上准备出发啦！给婆婆的花我也包扎好了，就是一束这个花，绣球花。这样子的话送的话，它可以放在家里头院子里头或者盆里头长一长。送那种一束的花放在盆里头插一下，一个星期不到它就死掉了，就没有了。这样子的话它一直会有。下雨了好像，我们现在都要出发了。突然想起了猫还在家里头，妈呀，我们明天才回来的，不要把猫饿坏了。小猫猫，Hello，卡兹，要出门了，妈妈爸爸要出门了，明天再过来啊。哎呀，我们出发喽，热死了，真的是热死了。对对对，我老公说他上次开车的时候，他说右边就是一个红绿灯，就是人行道的那个红绿灯。然后呢，他等着左边来的，因为他右拐嘛。然后左边很多很多车子，好不容易有个缝隙插着进来了。结果呢，右边就是个红灯，就是拐弯处就一个红灯，他没有看，因为头一直往左看。呀呀呀！我们现在去婆婆家喽。这个地方我都开过的啊，跟着教练。对于我们这一边几乎很熟了。他为什么让你了解一下子？因为到时候我考试的话也是会经过这些地方的。他说有的地方的话，因为你不知道没有去过的话，你不知道他那个左拐右拐是通到哪里去的，很难辨认。今天这个天气真的也没谁了，就昨天还那个一点，结果呢有啥用啊？老是下雨。看前面有一辆车子啊。车后面那个车子窗上面写了1985，我说这不是写的我吗？我不就是1985年出生的吗？今天路上车子不是很好开，现在4:16，马上到婆婆家了。天气真的太差了，我现在赶紧把排骨给它炖上。看我们的材料都准备的挺齐全的。婆婆说，现在这个厨房交给你了，你需要我们帮忙就跟我说。好，我说好的。我买的是这种，就是不含淀粉的酱油，但是这个酱油不好吃。哎呀，把我这一锅菜估计要搞砸了。你看这颜色一点都不深。哇，颜色不咋地，但是没办法，只能这样子。看看，啊，说，看看，我婆婆准备的。客人已经来了。看这边桌子铺的漂亮吗？这个是我婆婆的奶奶还是她外婆的重要的节日才用的，这个有100多年的历史了。看看这已经有4个菜烧好了，我婆婆家没有2个烤箱，只有一个，没地方放了。他们外国人还不喜欢吃凉的，现在我开始炒这个了，青菜香菇。哎呀。吃晚饭了，本来还是打算把那个白玉菇烧了的，后来他觉得菜应该够了，就不烧了。出发。
准备吃饭了。Für eine Vorspeise da ganz unten angerichtet. Kannst du mir eben erzählt. Da. 看我的做的还不错。Machen wir Fotos von dem schönen Essen. Ja. Für euch liebe mein Kocher. Ich bin sehr glücklich. Ah, das freut mich. 我说你们喜欢吃，我很开心。闺女好吃吗？哦。Diese weiße, das ist die sogenannte Berufsblume. Wenn du da, ich weiß nicht was, Säfte oder irgendwas hättest, wirst du eben auch ein wenig heilen. Deswegen du, also nicht nur als Anfänger, sondern als Anfänger. 他们说你赶紧开餐饭店吧，我们会每个星期都去吃的。看生日的。啊 ，Ich glaube, wir müssen auspusten die. Ja, du, du, ja, du möchte, ja, 吹掉 ja.Noch einmal, ja. Oh, von her. Oder habt ihr eine E-Mail-Adresse, wo ich es draufschicken kann? Ja, auf noch und sag's mal. Ach, ja, auf uns ist es besser. Also, ich weiß nicht, wie es geht. 婆婆的朋友走掉了，回家了。男的是英国人，女的是德国人，他们一直都说英语。他们结婚 N 多年了，看岁数也知道他们多大了。说中餐很好吃。很喜欢吃中餐，妈呀，真能吃这几个人。